藏。老师，谢谢你。老师，谢谢您。老师，谢谢你。谢谢小张老师。老师，谢谢你，感谢。谢谢教练。老师，谢谢你。人生道路上有哪几位重要的老师？请他一起来。欢迎大家10月1号由衷的欢迎。10月1号，别忘了，请您带着这样感恩的心情，10月1号来欣赏，一起来参加，听我们的演唱会，张开双手，欢迎您来，一块儿来新北市的多功能集会堂来听我们老师我爱您很棒的一场音乐会。老师，感谢你，幸好有你。